干嘛的？我去趟吃鸡。你哪位？找谁呀、啊？你好，我找卡特售后服务大咖张峰老师。我就是。张老师您好，我是百变探秘官程程。听说我们的车间啊，设备先进，流程标准，服务一流，所以我代表广大的机友朋友们来我们的车间一探究竟。这个事儿啊，我已经规划好了，我们可以分八期，带领大家从设备、流程以及专业服务等多个层面了解一下卡特代理商的星级车间。哇，那我们机友朋友们真的是要大饱眼福了。不如我们服务新一季的节目名称就叫做一探到底卡特车间大揭秘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好啊。我们先去第一站看看卡特车间的专业清洗，来跟我走。走。说到清洗啊，我知道外面的一些维修厂呢都是使用冷水来进行简单的冲洗，甚至有的都不冲洗呢。你说的没错，他们一般采用冷水、柴油或者汽油简单清洗。那咱们卡特代理商的车间是怎么清洗的呢？卡特代理商的车间严格按照污染控制的要求，分为初洗和精洗两个环节。初洗采用高压冷热水清洗机清除表面的油泥和污垢，拆解后的零部件按材质进行分类，采用专用的清洗液，通过高压蒸馏设备、超声波清洗机以及喷砂等工序完成精密清洗。原来一个简单的清洗还有这么多门道，真是长见识了，看来每一个环节都不容小觑呢。是的，没错。好的，感谢朋友们观看一探到底卡特车间大揭秘，本期的专业清洗探秘成功。那我们下期探什么呢？下一期带你看一看我们的拆解环节。那我们下期拆解探秘再见喽，拜拜。